们去哪吗？好像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啊，没兴趣啦，我们也没兴趣啦。挖世界奇观的啦，挖地板的。对啊，我们要不要讲好在哪一层一起挖？可以啊。等下，杂货商吗？我先去试试看那个补血甲到底会不会是真的很快啊、哦！快、嗯，我在。你也在吗？哎，来上来上来，没有很快、欸、啊，嗯，普通好像还好，普通都啊，没有那种爽快感，嗯，对啊，可惜有的话就不太好了，太快了，一下就结束了。国王有点穷，对吧、啊？而且这个到底是要挖，这个是要整坨柱子挖完才算得分哦。对，嗯，要死我，很高，超大一坨，这很大一坨哎、欸。天哪，好爽哦！好，要搞爆了！我职业命啊！我已经刚才已经挖职业命了，我在买新的稿子啊！哎、欸欸、那我们石头要放哪里啊？放箱子啊？上面。哎、欸，他们现在都还在地底是不是啊？汪汪跌到我们家去了。我们一起挖，应该蛮快的、啊。开炸！一起那个。哎、欸，哈基也在这哦，嗨。对。我要准备第二只稿子，不然太快了。哎，哎，还是因为石头的关系、哦。石头挖掉。那你挖掉。什么石头的关系？叠另一边。没有，他那个补血塔没有算那个完成。哦，没有挖掉。叠旁边叠的石头，太轻。有了，这样子。上面交给我。哦，那我去下面。怎么了？太高了。是。应该可以再挖完一座。你说不会被他们干扰的情况下吗？对，嗯。那为什么汪汪二十分啦？二十分？什么二十分？你看汪汪，你看蓝队二十分啦、啊，为什么？他是挖什么会二十？对啊，挖什么会二十分啊？十分的是死掉的吧？我说我刚死掉一次那个，应该是吧？原来如此。我做好楼梯了，我发现楼梯可以两格再叠、欸，因为跳比较高。嗯，四秒、三秒、两秒，他们要出来了，挖中间，快，把它挖掉，开一场赚800，谁在炸？吓到我了！我，抢中间，嗷！啊！哈基，他们快啊！我挖了，我走了。他们怎么那么快啊？哦，马上发起！怎么早？是你们发现的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不知道欸、还是有疯狂间谍？汪汪干嘛啦？哦呦！哎、哦，只有点，谢谢！哎、欸，我刚好回来了，耶！我刚好回来了。那可以去买东西。太好了！欸、我们没有生奴隶哈，剩下，我已经塞到箱子里面去了。生个奴隶哈。好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没钱了吗？没钱，菜、啊。我来。没钱。挖来。穷。继续挖。看四野地物。三阶了。我下不去，哦，下来了。这样他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挖？好像没了耶。没了啊。船呢？船挖的快不快？船很不划算，很不划算。你玻璃要用炸的，它玻璃有很多、嗯，玻璃不能挖、哦。嗯。呢、欸？巧克力是间谍？那你一个嘞？太明显了是吗？他做了什么事情啊？对啊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？好好奇啊、哦！他难得第一天就被召回来，那他要跟丑八怪那个哎、欸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们都不要投好了，我们都不要投票好了，让他投，让他跟我们在一起。那我再来巧克力哥，好啊，来，巧克力哥哥，巧克力哥哥，哥哥来不回来，哥哥哥哥不想面对现实，不想过来的，不讲话，哥哥耶。哥，巧克力哥哥呢？你发光了，我发光了，我直接拉他过来好了。你怎么还没来啊？我可不来啊！我在呢，我还在打架、啊。好，谢谢帮我拉。
好好。哥哥，你怎么被抓到了？我不小心被抓到了，不是不小心啊，我直接炸一拳呐！那这是蛮不小心的。那个怎么会被抓到的？那个没有把他炸死啊，差一点炸死啊，因为速度太快不好扔呐。一扔人就跑走了啊。哎呀，那个挖的速度太快，垫脚石给超多哎！对啊，真的要清一下。他们在干嘛？我来破坏他们家好了。尽量破坏。我们刚刚已经挖掉两根柱子了。哇！哎，我的脚趾爆掉了，尴尬了。我还在准备吃啊。哎，我在他们家楼下。可以1.8哦。真的可以1.8哎。他们有铺一条路到我们那个啦，上面。冲冲，我有铺一条路接起来。这个很坏，这个很坏。哎，他们的补血塔放箱子，我们要炸掉才能挖。补血塔放箱子，哦，嗯。我想说你说他把补血塔藏到箱子里面啊，放在箱子里面，鬼！我在哈补血塔放箱子，哦懂了。我在打，对，他去上啊，打不进去，干掉，他怎么死了？你活着吗？我活着，我拿着宝石，国王我保护你。你有传送之类的吗？你可以回来吗？没有吧？哈！我看到左边支援哈基。来了，哎秀，你在补吗？天哪，我还忘了。你走，我垫后。可是不补看到有那个，他摔死了。啊！看哦，总你这笑声好像间谍哦。他带回来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谁？想过来，在最上面。对，上面。20想过来干嘛？你小心哦。没事，哟，哇，二零，不知道来我们家干嘛？二零，啊死了，好，哎，二零没死，是我死了，我刚刚在买东西啊，二零在哪里？哎，他跑去哪了？外面，他在外面，我应该晚一点再打，哎，好痛，力量效果，力量效果很痛哦，他死了，耶，2-3刀就死了，哦，好卡，钱给你挖了，你脚下就没了。好像隔一小段时间才给，因为要隔一下下。哦，他在跑那个。好，那我直接买东西。我去。你要去哪里？有人来了我们家。要掉下来。没看到。二零又要干嘛？哦。哇，好难打。二零又去我们家了。又是20，哪里？对。哪里？下面吗？他应该跑到我们家那里了。汪汪，快死！汪汪，那边，汪快死！那个亮亮的吗？是他吗？这亮汪汪。那个国王没有反击能力哦。国王小心！国王，等一下，那个发光的很亮哎。国王没有路回去。来了，我看到。来了，国王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还好，国王在地上。是，还有一个蓝色 ID， 还有一个二弟。在这边。来，二弟。哎，小雨，你小心哦，这边很多自己人哦。好。你要看一下哦。可恶。是啊。小雨，你要先跑，我一直在乱他们。小雨，你小心哦。这里上去路在哪？死掉跑不快了。这里。还没有吗？哎，干不见了。要一阵子。路被挖掉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找到了。可是，我死掉复活都有哎、欸，我死掉也有哎、欸，只是我东西吸不起来，是不是卡了？哦，我听不到大家的声音。喂，有了。哎，我们家里面。Hello， 我在打。二零，我不会加速，宁愿死掉没有加速。再去死一次看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哇，解决方法。杰克哦，哎，那小雨小心！我来了！哇！还要乱炸，再乱炸！你们加油，我持续去乱他。好。对，等一下。我都有效果，其他人有吗？有了，再死掉就有了。有了，他应该是纯粹那个啦，纯粹没侦测到吧？我想。
有可能，就可能同时死掉还是怎么样，没侦测到。有可能。那就如果没有，就自己 kill 自己啊，可以打自己了。哦，汪汪哦！我要换装备了。这个楼梯嘞，跳！楼梯刚刚被他们破坏了一点哦。嘿，嘿，直接跳上去，嘿嘿。哎，是说我们的补血塔有放箱子吗？没有人去挖它、啊。那我去放一下好了，因为我捡到四个箱子。好。上不去，这个楼梯，等下这个楼梯，他们怎样？我在听。PC 又爆了 ，PC 又坏了，有个炸弹什么的。我来换个炸弹。有管理员在吗？帮我换个 DC。超。超。怎么好卡的感觉？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因为你们太，对啊，我听不到仇人讲话。额头在吗？白痴，你也是的。云月啊，他撞我们，我捡到，没事。投票，先让他复活，先救人。没有，还有时间活着就好了。好好，音乐，你干嘛会自己人哦？丑八怪，丑八怪，丑八怪，哎呀，这个丑八怪间谍干嘛？你一定是因为不够丑才被发现，长不够丑。这样的意思是因为我够丑被发现。我被打了，我被打死了。你快死了！哇，汪汪死了，汪！哎呀，死了！耶！哎，不行啊，陨月啦！飞下来，冲啊！我掉下来了！啊！哦，碎了，碎了！把他路堵掉，把他路堵掉！他被强制召回。等下走另一边，走另一边，他走另一边，左边走了。对，完了！哎，尴尬了，没有人接应他了。可恶，是在中间。没有接应他的掉下去了，是谁？没有，他还是要过去了。恶灵在护送他。可是太久了。时间已经。太久了。时间，哎呦。时间是不等人。啊，丑八怪，哦，是谁啊？快走开！丑八怪，拜拜。丑八怪，你不吵，你走开。你不够丑，你走开！你不够丑，这里只有丑的人留下。好，那你们留下吧，拜拜。白痴。哎呀！直接逃到。有的。我们没有上楼的路啊。对啊。全部被炸光光。凄凄惨惨。凄凄。我要下去挖矿。凄凄惨惨，凄凄。还不能了，现在还不行了。没有，等一下，我说等一下。嗯，那我等一下去挖矿。好，我等一下继续去乱一拳。然后铺一条往上的路，我已经被打到锁链装了。哇，这死掉超快的。是对面还没按呢、啊？对啊。是啊。怎么还没按、啊？哎呦，按了。我不觉得他忘记了吧？我想。还是其实是我忘记。那我也不知道。我哎，那是别了。承认吧，其实就是你吧。我按了间谍的，可是我忘记我没有按。按了间谍好像就有了。是啊。他们很多人过来，有人在铺路哦。在哪？左边、右边？中间，正中间突破他们。哦。恶灵在炸！哦，不要干扰我们炸开我们先炸死啊！哇，他无敌是不是？他无敌，听到声音了。谁？可惜，一拳吗？哇，这怎么卡？打到啊！哎呦！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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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！在炸你还在打你？汪汪在打他。你还好吗？还行。哦，跑好快啊！一拳的无敌用掉了。好。Yes。啊，饿了。可
可以分我吗？好啊。他们是在炸虫两片就好现在。对，他们在炸虫，他们在炸虫。哦，天哪、啊！等一下哦。莫里森，我可能要顾用打的，顾一下，顾一下。然后持续去乱一圈，就不要在被炸虫虫，硬要炸虫虫。这怎么上、啊？炸死你！有我炸死他，我炸死他了！金金金，我来了！捡捡好久，捡好久，咆哮！你在哪儿？好，看到了，我从那个左边那条路过来。好好